不得了了，有一个老六将羊了个羊做成立体手机游戏机，而且还能自动发牌，经过几次收集三张相同的图案就能这样滑一下就消失了，有这么神奇吗？我也准备给我弟做一个，首先趁纸板不注意就这样做出这个形状，然后一个个分开，接着再拿准备好硬卡纸粘上去，这时候趁老师不注意摸索这个形状，主要是可以滑滑溜溜把卡牌落下来，再来装上推动块，就这操作完成了。还早呢，接下来做外壳了，再贴上围栏卡块，最后就涂上绿色的草原。我又趁你们不注意做了这么小小卡牌，接下来我们就装上去看看长什么样的，这样就完成了，一起来把玩看看。哇塞，这个手机游戏也太有趣，一会儿放在我弟的衣服里，他看到一定会爱不释手的。